所以六祖大师提醒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我讲完这一句啊，你心里不要说好难哦。你假如觉得很难了，你就入不了佛门了。真正的障碍不是这件事，世事无碍。这是真相，真正障碍在哪？在自己的念头。你觉得好难哦，这个念头才是真正的障碍。今天看清楚了没有？你肯见人恶即内省就不难了。我们现在是难在依教奉行，不是这一件事很难。我们都把责任推得很干净，这太难了。其实是自己的念头产生难了。这些念头都是假的，分别执着都是假的。我们把它当真了，它就一直障碍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，我改不了了。这种念头就障碍自己了。所以，修行人首先要认识真心，认识自己的真心，不要认贼作父。我们的真心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了：何其自性，本质清净，本不生灭，不会死哦。所以这一句听懂了，不怕死了，没有死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质具足。你听，真正相信这一句本质具足，你不会自卑了，不会没信心了。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，就认识真心了。哎，我觉得佛菩萨不会骗我，我还有这么一点点善根，所以我本来没信心的，啊，但是老和尚讲，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我也是众生呐，啊，我也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啊，所以我本来中文最差的。哎，我现在相信了，我有如来智慧德相了，啊，我肯去用功啊，我还是可以进步的。哎，我心里面这个障碍就去掉了，不然我以前一看到文言文了，我头就开始胀了，因为你落了以前的印象了，哎呀，好难哦，哎呀，学这个很痛苦啊，怎么孔子说"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"啊？我怎么觉得不亦苦乎啊？你看，你没有好的老师指引啊，你根本就产生误会了。哦，遇到老和尚了，哦呦，这文言文宝贝啊，5000年的智慧啊，我们要赶快跟他接上了。哦，我们用5000年的智慧来经营人生，啊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看得更远，哦，你看我讲到这里都挺高兴的，你们怎么都没有笑容？你们不肯站上来是吧？啊、哦，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听经的时候，都要随文入观呐、啊。啊，哎，应该我讲的笑的时候，你们都要笑啊，不然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讲的有点问题？怎么我笑了，你们都不笑？我们要同频共振嘛，是吧？对呀，同一个频率了。哦，我讲到流眼泪的时候，你也流下来了，这样才起了共鸣了。好。哦，那。
这个我们刚刚提的这个净业三福啊，你看最后一福，劝净行者，已经提醒我们了，我们一定要先把时间精力用在提升自己。前面有10条哎，最后是11条。轻重缓急啊，要摆正确。最重要的，要赶快的是提升自己。其实我们冷静的去想一个问题：我们自己没做好啊，你去讲亲戚朋友，他有什么反应？他一定边听，你也没好我到哪里，还讲我，那你不是？你不是在那里白费力气吗？那我还是忍不住啊，那叫习气呀。喜欢讲别人的习气起作用了。啊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，我要认识真心，我不能认妄心，认烦恼贼，做我自己了。所以，禅宗的一些公案呢、啊，就是让我们认识真心的，很重要哦。你们应该都听过了，二祖慧可大师去见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啊，就等一个传人呢、啊，要把禅宗传下去，等了多少年了？9年，面壁9年。等到一个慧可大师啊，跪在雪地里，跪了好几天，哦，很真心啊。达摩祖师出禅定了啊，坐了9年出来了。哦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请教啊？哎，慧可大师说：“我的心不安，求大师为我安心。”哎，你们听故事的时候要，你们就是慧可大师啊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啊，不是，哦，我们要录那个故事里面啊，你看，这样看电影才会有收获啊。哎，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你就是男主角、女主角，啊，当然要看好的电影了哈。哎，要看这些可以觉悟的电影，你要入那个戏里面去。你看，达摩祖师说。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慧可大师回光返照，哎，我怎么找不到这颗不安的心呢？找不到就是什么？假的，妄的。你为什么把它当真呢？你把它当真，它每天就折磨你了。你不把它当真呢？阿弥陀佛一提起来，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是吧？哦，比方说你生气了，然后就哎呀，我怎么生气呢？赶快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专注念佛啊，这个生气就没了。会变的都是假的。你看我们的情绪七上八下，变来变去，假的，不能当真。好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认识真心啊，本质清净，本质具足，啊，不要又认那个妄心去了啊，不要认贼作父了啊，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，《了凡四训》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你正念提起来了，邪念妄念根本障碍不了你。啊，当然了，可能有人就说了，啊，为这个道理我虽然知道啊，可是每一次我不想生气，还是生气了。那这里要强调一个重点，你不能遇到境界的时候啊，才开始念佛啊，
这样你念佛的力量不够啊。什么时候开始念？随时随地，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